最后一首歌了。啊！等一下，外面会有卖图腾过期商品。我们出道九年，有史以来只有发过两张专辑。今天好不容易。不要，不想要，不想。两张专辑都有卖，完全没有缺货的感觉，就靠你们了。但是你要收集涂有五个人的签名，就只有今天了，一次到位啊！然后想要知道涂有为什么很少聚在一起，有 DVD， 里面也会替你解答所有的疑惑。我是然后什么什么，或者可以到 Facebook 寻找我询问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很久没有唱这首，也是没有收在专辑里面的。我们太多歌没有收在专辑里面的。有老板在那边，老板，你们刚刚一直说到招你招吧，第三张，他变醉了，然后他不敢出，你们就一直在这个，他就不敢出。他唱的时候，大家有啊 ，uncle 吗？有，他可能就有了 ，uncle 呗。好了，不要为难我的老板，他投资给我们都喝完了。我们从头开始啊，好聚好散嘛。不要这样啊！会啦会啦，我人嘛，存钱买天使挂钱，一定会超过的。存到可以买地了。好了，不要超过时间了，我们等一下要签名。哦，好。你还会吗？我怕我有点生疏你。就是我每次都不一样。但是那怎么拼的我还知道。对，我知道怎么拼我的英文名字。Z M making。没有忘记了，你把我的血壶撸开。还有广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没忘记就对了。最后首歌，杨洋。Yeah.
窗。